我怎么现在才知道呢？来，兄弟们，往这边看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看到挖机了。下面有一台加长臂，这边呢还有一台标准臂挖机，好像正在干活。这师傅腊月28还在干活啊？不过年了吗？我说啥，我得下去看看去。走吧，兄弟们，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，一块儿下去看看，看一看能不能体验一把这个神钢的挖机。说实话，我应该呢给大家说声对不起，已经停更20几天了。咋回事呢？前段时间呢我的挖机就没活了，正好呢孩子们也放假了，我们一家四口开着车就来广东了。结果呢这个挖机小盒离开挖机它就没法更新了。好不容易看见一台挖机，今天说啥我得体验一把。它这边这个工地啊，也不知道是修隧道啊，也不知道建桥啊，反正是还没放假。要不说是南方人有钱呢，这一年四季都能干活啊。要在北方的话，天冷了，这一年四季你得停3个月。哎呀，真是不易呀，这得有小半个月没看着挖机了。神钢的加长臂，臂长不是那么太长，大概也就是17-18米这个样子。这边还上不去，我得绕一下子，我们上去看看。来，兄弟们，这边我神钢车，说实话我不太懂啊，上面标的是 SK300， 看这个样子，这个成色也是小神钢他爸爸老神钢了，上岁数了这个机子。来，我们看看驾驶里边，还行还行，这挖机上面也没个司机，哎，也没个钥匙，想体验一把呢。20来天没摸挖机，手有点痒痒啊，兄弟们。我去，这发动机引擎盖都不见了，这是拆掉了吗？啥意思？这个我估计是不是也高温啊，要不至于把这引擎盖都给拆掉了。回转也不漏油，还挺干净。还这种机子说实话不管怎么地能干活，毛病少就行了。可惜呀，没钥匙开不了啊。我过来一看是傻眼了，兄弟们，人家这机子是反手机，哎，咱玩不了玩不了。本来说是和师傅商量一下上去干干活呢，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，我一看那回转的动作是前后推的，哎呀，可千万别上去嘚瑟了，反手机子这个事玩不了玩不了，上去直接就尴尬了，先回。刚到家门口就扔个包裹，大挖机，这是我的挖机，我的挖机。感谢，这是咱宁夏的三一公司给我送的新年礼物，感谢。喜气洋洋啊，这里边什么东西？哇，新年的味道哎！哇，新年的气息。我有啊。对联。哦，这是台历是吧？嗯。不然你不知道。幸福向上。挖机的。嗯，不错。还有什么？还有窗花是吧？窗花，看来咱们这些都不用买了是吧？都有了。哇！哇！有火气的，还是挺帅的哈，兄弟们，三一的485模型。也就明白了没？好像插电池呢。好像插电池，这两天拿手操控一下。哇塞！这样吗？太哇塞了！这个遥控器还是挺牛的，还自动回弹的。这个遥控器操作是正手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绝对是正手。这边是行走，前后行走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兄弟们呢，东西是好东西，有了这个挖机，我看这911够呛了。911直接报废了。哎，往后倒。哎呦哎呦，这个男孩子呀都喜欢个挖机。马上过年了，大家都过得怎么样？小何啊在这儿给大家提前拜年了，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前途无量，突然暴富，突飞猛进，兔年顶呱呱。